建立于日治时期的核心车站，是早期运送水泥原料的铁路支线。因为时代的转变，让这里的站房渐被弃置。台铁曾一度打算废站拆除，经过一对夫妻的认养后，才促成了现今美丽的样貌。因为这对夫妻的故事与车站的爱情装饰，让核心车站被冠上了爱情火车站这浪漫的称号。进入车站，除了有古朴的日式建筑风格，最让夫妻情侣陶醉的大概就是这些爱情标语和装饰小物了。快带上你的另一半来此增温情感吧。